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今仔日是2019年11月初二，礼拜六。啊，昨昏出去发传单，所以看我回来吼，啊嘛有教会有代志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咱来讲两个话题吼。啊，李秀莲甲彭百显的人数，听讲无到一半啦，14万外吼，安尼个扣除有诶无诶，即讲拿军会甲伊人数，我讲啊，即。串门，因咧电影咧放话啦。我讲拿棍，他有可能替伊真正咧连输诶。啊，知影本质诶人，你著知影。哦，你若知影真相诶话，迄拢是要甲偏激诶、侵略诶来抹黑、来丑化。哦，啊，然后再搁甲你站一骹就对啦。哦，即阿翔咪真早就甲你讲啊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看看，用芒果干，啊，佫已经把咱的少年人洗脑。哦，我看即摆少年人吼，迄太阳花的热情到底，拢叫串门洗脑到倒位去了，咱唔知呀，吼、哦。啊，特别是中华民国化，根本都无一个独立自主的台湾的这个主张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而且啦，即摆真正是绿色恐怖啊呢。真正是独裁啊！呢，中非大家啦，即摆咱剩独裁化的人选，通啊选尔。啊，当然阿翔拒绝选，我绝对是投废票尔吼、哦。因为叫我讲，较大的祸害迄个卖好条吼，投韩国我投袂落吼，即违背良心啊！啊，所以只有甲即届2020年的总统候选。诶，这个选举啊，说拜拜，但是我还有一张废票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这真正是看袂过啊吼、哦。民进党即摆竟然变一甲国民党化，甚至比马英九是较恶质。你看这连署是安怎咧共打压的？啊，你甲看伊即摆初选安怎愈修改，都甲马英九点啊唱和嘛，愈修愈倒转去嘛。修改好嘅人，修改爱独裁，修改予即清廉无钱嘅人，根本都啊未输去用妖魔化，佮踮遐咧站一骹。所以吼、哦，即什么世界啊？台湾民主倒退愈50年以上啊！拜拜！吼、哦，啊第二话题啦吼、哦，我今日写一篇文章啊，由即东厂敌友来恶名震声啦。东厂第二，东厂就是检调，就是以前警总化身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东厂看因是因的敌人，还是伊的朋友，吼、哦，来判断嘛。我用三个人判断嘛，一个阿扁啊，总统时啊，做总统哦，国会上大党，但是国会无过半、哦，啊，因为中国体制拢是东厂嘛，因为你无法度，哦。司法改革嘛，啊、哦，无法度陈定南无法度好好来做一个阳光法案的修正，也是立司法改革嘛。啊，所以啊，阿扁也是包括改革派官员，甚至变价专家啦，吼、哦，伊的竞赛的专家，甲因兜的专家，大大细汉，包括阿扁啊，包括扁嫂，包括志忠啊，包括陈信仪。哦，当然，陈志仪买啊，因为伊根本都哦，未输要甲司法哦，伊就认为要甲丑化就对啦，讲好即个查某囡仔哦，安尼无大无细安尼啦，啊，所以司法嘛无伊个法啦，哦，啊，但是黄瑞进包括志忠的三岁查某囡仔，你看，甚至包括阿扁啊因老母哦，陈理顺女士。规家仔拢遭到着啦，传信的传信，破蛋的，乖啦，家仔鸟仔掠到无半只，阿扁做总统哦，啊，不但安尼啦，专家请教伊话，你看参民进党内底鸟爸啊，新潮流的水库啦，蔡英文的身边的人啦，柯信良遮啦，谢中廷遮啦，苏贞昌身边的人啊。全部拢咧做鸟饼、咖饼，
哦，像苏贞昌讲，马英九迄是特别会是历史工业啦。那么阿扁啊，即爱勇敢面对司法啦。你来看苏贞昌，即种就是跳别型嘛。所以我讲，民进党以前阿扁啊是真正是孤立无援啦。所以有人讲我啊，串门是伊支持的是伊亲戚，我讲无唔对，伊嘛有过错。但是咧，啊无伊要找找啥人？民进党全部都拢只有别啊出身，只啊咧拍扁啊咧翻扁啊倒扁啊害啊扁啊，无你是要伊要提啥？伊嘲笑伟大首次意外少数执政，啊，无用李连辉的人，无伊要用啥人？吼、哦，这是，但是我咧讲。当场真正对正本土啊，来追杀到底啊！我柯文哲2014年的前后，你看，我就讲这是共产党设局，甲国民党遮交接配合咧，互伊做手的，包括蔡英文嘛安排在内嘛。哦，2010年时的人数枪击案都红绿蓝白黑一家亲啊嘛，所以你看，柯文哲是无党无派哦。嘛无所有伊个班底哦，吼、哦，啊伊嘛无政党哦，吼、哦，即摆卖讲啊，吼、哦，即摆要成立在伊成立，啊，进前无党无派无政党，国会无半席，啊，竟然安尼，伊个弊案嘛好，五大弊案撇好遮，伊内底佫交加入去，甚至伊是下靠无遮。明明国际拢有名有据啊，结果人去啊检举啊，拢无动于衷，检调连查嘛无爱查，连传讯嘛无。但是哦，当伊若看袂顺眼嘞，吼、哦，包括一个你甲骚扰，莫讲骚扰啊，就是讲去甲诉求讲吼啊，你自大印他共拆台湾旗安尼等等来问伊尔，结果许掠伊问怪一工，陈进涵啊，台湾国办公室的执行长。哦，啊，吴祥威，诶，即嘛知名诶，哦，建中诶拒绝联考诶小资，即有名的作家呢。结果，安尼为着古特曼诶，诶，即个叶克模，安尼去甲批评尔，未得，嘛甲传讯，啊，啊，搁讲迄个国际美国诶国际，捌受着诺贝尔得主诶提名诶，即国际人权作家古特曼啊，来台湾是。经过一个人问讲吼，啊，你是毋是讲这柯文哲是一个赖哦，是一个骗子？伊讲嘿，安尼尔。结果柯文哲点啊不满尔，哎，检调主动提讯，讲有人检举，你靠伊哦。哈，柯文哲人家过遐一届，无算一届，即摆别人点啊爆料尔，哇，随个就调。这是变成啥？因为咱的书啊，检查拢已经蓝金黄了嘛，叫马英九、蔡英文两个人变甲蓝金黄了嘛，所以这的司法的高层呢，为着要升官，为着要吃头路，拢安排去中国甲通奸家密切交流啊，所以拢有把柄在咱的手底啦，甚至拢足惊中国去得罪着中国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柯文哲这有。通奸习近平的这个嗜好的这个金钟罩啊，当然大家嘛唔敢甲动，那是有敌手咧啊！哦，啊，出门阁免讲啊，你啊看，我讲阿扁啊是虽然无全面执政，但是啊，因为迄当阵是我读书啊解决，哎，出门即卖的司法当场拢无换咧，拢用马英九的人咧。若要照讲，你是正本土的、正侵略的话，诶，当场会放过你哦。你看赵方金虽然是马英九的，但是你嘛有卡签呢，李雷这嘛有卡签呢，亲父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包括这一挂300万的文，包括这10000多条私烟的代志，嘛有牵涉你总统府呢。诶，结果伊安那讲拢无代志，人去甲告检举，简直拢无效。黄烈红嘛，捌甲检举过，结果也拢无效。哈、啊，伊论文已经作弊到这个程度，竟然还有迄有面要去人告人，要人告，
啊，刷咧家己的论文甲毕业证书讲袂清楚，已经破空啊嘛。结果伊有法度利用所有的部会，教育部啦、国立图书馆啦，啊，遮个外交部啦、驻我代表啦、哦，法务部啦，遮等等的遮，拢有法度甲暗藏呢，拢哪想拢无伊代志呢？你啊看，他有遮大利益啦，哈、啊，所以你甲比较起来，有证有据的，拢动他不得。啊，阿扁也是，伊是无证无据，硬要找证据，煞来拢做假证的，安尼去用关到用要死。啊，蔡英文甲柯文哲拢无关系，所以我以前捌评论过啊，正立的、反立的、亲立的，那无人告，那告一定受理啦，一定办就对啦。那无人告，嘛会受理呢？啊，那像秋意啊，放一个屁，听一个声，啊，就生一个影，啊，就甲你放假，互你走袂去啊。你看苏明德啦、秋意啦，去用告尾拢无做啦。但是伊若敢告的吼，诬告嘛好，嘛无代志。啊，若有告无算诬告的话吼，哇，你就知死啊！爱赔100万咯，爱登报哦，爱安怎哦？我讲哦，对亲历的安尼是包括郭志平，都安尼几十万啊，助理共摕安尼掠去关四年半。啊，即摆吼，啊，但犯哪咧？是日侵哪咧？即变成啊，不告一定不理啦，都人去啊检举爆料拢无效，啊，都爱亲身去啊告。啊，去告吼，嘛不一定插啦。你看马英九嘛好，蔡英文嘛好，柯文哲嘛好，打一个真正剪掉有咧准办的。我讲吼，告了不告一定不理，告了也不一定理。啊，甚至有的嘛是虚晃一招尔，惊讲要准办尔，结果不了了之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讲吼。什么哪的，什么立的，以前讲哦，大家要有迄国民党证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唔免啊，即摆就蓝绿一家亲啊，国民党啊、民进党、民众党拢同款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台湾人，阿拜大家准备错了蛋啊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啊，未来是恢复中国体制。验明正身的时阵啊，唔是大家才看着办啦。啊，阮已经看真清楚人要安怎，只好先甲一边一国啊，希落岛。当然，我是希望一边一国有五六色，希落岛嘛有两三色啦。哦，安尼才好看啦。啊，但是我想即摆希落岛无总统候选人吼，伊的声势可能会较弱咧。哦，所以先甲一边一国。行动党撑下来，较要紧啦。啊，当然，咱只有眼睁睁看，讲咱无总统候选人啊，拢莫看啊。啊，咱就基层好好来联系，来成立类似台湾民主化的推动联盟，家己来拼民主啦。即摆民主已经倒退路啊嘛，初选无用，初选啊，啊安尼四界共打呀，你也看。是安怎讲？一个亲历的要支持的李秀莲啊，竟然连续无甲14万票。这吼、哦，我咧讲芒果干搁打压，搁用迄款的绿色恐怖，甚至甲只青少年拢中华民国化。我讲吼、哦，台湾真正倒退路啊！一个对民主最起码有贡献的人。啊，一个拢咧打民主的人，结果这些少年人，结果去予这蔡英文、甲柯文哲、韩国的人洗脑，洗脑到不知今夕是何年。台湾真的要等死吗？哦，我想，咱继续打拼啦，只有安尼讲尔。好，晚安。